咱再来看台北市阳明山的文化大学学生啊，学多摆哦，规排是拢倒去，嘛因为风上大咯，无人敢压雨伞，拢改穿雨衫。三度里风台停留进前，文化大厦昨晚就已经透高级的阵风，有网友摄到强风的威力，到底风有偌强？记者实际到文化大厦去了解。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在阳明山上的文化大学外面哦，可以透过画面可以看到，现场风势可以说是越来越强劲，而在外面呢，就连学生停放的机车被风给吹倒了。听讲风雨愈暗愈大，有家长担心囡仔的安全，冒着风雨去山顶接囡仔。当然，一路上只有我一台摩托车而已，台风下就带回去，然后一起。难得休息。一个骑奥多拜人，因为刚才是奥多拜派去停在路中，无法度叮当。伫咧文化大学的正门口，现场的风是一阵一阵，唔呐涂骹的粪扫，和风吹甲也甲规四过。涂骹一个一挂开花雨伞，互人等伫咧路边。当地学生讲，那是特别风太大，拢爱穿雨衫出门，则袂讲也雨伞规拢开花。在我们朝安坡那边，都是雨伞分场，风大的时候就会伞就会自吹像花一样被吹开。半夜的时候突然有变大一点，就是那边有时候都会放一些垃圾啊，然后就是会被吹过来这样。根据中央气象署的统计，吹三零点开始，敢那是台北市阳明山公园晴天宫七站，雨量就排第七名，无到十一点钟，雨量就到209.5毫米。天气变强，出门时阵爱正注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